下。左边这边呢就我都被拿走，好，没关系，我看这个。左边这边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会可以做的事情，总共一个人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获取资源，你可以选择从银行拿两块，或者是从牌库顶拿两张建筑卡，选择一张加入手牌，另一张面朝下放到牌库顶，这样子就二选一。这是第一阶段，你可以两个选一。第二个就是建造建筑，你可以支付建筑的费用来建造建筑。那什么叫做建筑的费用呢？来看到左上角有没有个 token？ 三块，三块，那就是你要建造这个码头要三块钱。对，然后呢，先注意哦，这个三块钱呢是在最后你在算七座建筑完成要算分的时候呢，你这个就是三块三分。它建筑是看对建筑多少就算多少分这样子。对，没错。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左下角会有那个颜色嘛，对不对？就是码头，然后不是会有个分类嘛？对，它这个分类呢，你就可以看到呢，最下面这边有一些角色是不是有颜色啊？你看到有个六号贸易商，如果你今这一回合是拿到这个的话呢，你可以就是你每拥有这一个绿色的建筑物呢，你就可以拿一块钱。就额外多拿一块这样，对，征税这样子。哦，对对对对，那其他颜色也是一样画葫芦这样，那没有颜色的就是不能课税，哎，就上面写也都会写。好，然后呢，算分其实那个最右边那张帮助卡有写嘛，这个我就先不讲了。哦，然后呢，我们就先讲一下就是游戏如何进，一轮游戏中是如何决定顺序的。到时候呢，我每一轮呢都会重抽一下，你们看到这边的八张卡片。哪里？下面不是有一张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嘛？对，角色就是你这个是拿每一轮拿着之后你就自己收着，然后呢不用给别人看。那就是我们会由国王开始喊，对，国王每轮的时候都要出来讲说他是国王，他是四号这样。然后呢他就要喊号说。一号请开始做事，那你就可以你可以不用自己亮身份说是一号是什么，但是其实你就是你动作大家还是会知道你就是一号啦。对，那就开始做我刚刚说的那一 round 的活动。对的流程，那刚刚最左边还有一个角色能力嘛，就是每回合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内使用一次，只能用一次的你的角色能力这样子。那角色能力是怎么呢？简单来讲，刺客一号，一号就是你可以说出你想暗杀的角色。那被杀的角色呢，就要跳过他的回合，他完全不能动作。就他那一轮不能动作。对，然后呢，被刺杀的人，如果你被刺到，你不用说我被刺杀了，你就都按默默不讲话就好。然后在二号盗贼的话，就是直接说出你想要盗取的角色。当被盗取的角色要进行他的回合之前，要先就是假设你被偷的话，你要进行回合之前，你要把你的钱给那个盗贼。对，好，那三号的话就是与另一个玩家交换手牌，或者是放弃一定数量的手上的地区牌，并抽取相同数量的那个建筑物牌，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我丢掉三张建筑物牌，我就再抽回三张建筑物牌，这样。就互换。好，四号国王就只是拥有，就对，就一个贵族地区获得一枚金币，就这样而已。就被动，蛮被动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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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再来五号的话呢，是八号的角色不能在他的地区使用技能。对，那这个八号的角色是什么呢？就等一下可以看，等一下会讲到。那六号的话就是你可以建造任意数量的商业地区，就是绿色的。因为呢，我们在一轮当中一回合只能建一个建物。但是贸易商可以一回合建很多个。只要你够钱你就可以一直建，但是只建商业地区就是绿色的。好。然后七号的话就是额外获得两张卡片，最多可以建造三个地区，就没有限制，你想建什么就建什么。只要你有钱。好，八号的话是夺取另外一位玩家价值少于或等于三的地区，就是建筑物，直接把它拿过来到你面前。对，就是直接拿走，然后呢，但是你要给他那个玩家价值相等的金币，这样子。好，就等直接给他买过来。对对对，直接抢走，抢走，强制征收，强制征收你的土地，这样子。好，那大致上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嘿，好，好，那可以开台了，开台喽，重开机啊，我开台了，杰克重开机，对，杰克重开机，好，好好好。好，那就等杰克回来，我们就看着这个画面。我们就看着这个画面。嗯，好，先开。哦，我可以移动我的桌子。先开。
的位置。可以把杰那个杰瑞那个头把它关掉。他的头会很挡哎、欸。我在想关掉那个嘛，或者隐藏掉之类的。其实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还是设定能不能？还是在你用滑鼠吧。还是用滑鼠吧，对啊。还是用回滑鼠。好好好好好，好我用回滑鼠。哦、放桌上耶、啊、什么东西他的摇杆放在桌上他的摇杆放在把他摇杆偷走、okay, 没了有关掉了那关掉了我刚摇杆放桌上是手直接放在桌上是不是对没有你就两根插在那个桌子上对直接插的刚刚好放个悠哉的音乐好了反正就是最后结算看谁建筑物比较多这样子。基乱基座基座基当比如说好假如顺序是我先我建好第七样建筑物回合一样会继续进行每个人还是可以进行一次回合的事情。嗯、然后呢你如果也进行你如果也盖好了第七座建筑物的话呢你到时候算分也会额外加一些分数这样。嗯哦，对 并不是说，比如说我第一位我盖完建筑物，然后就直接哦结束了，直接算分，只有我有七栋，其他你们都六栋、哦、没有？没有，那一轮还是会进行。对，那一轮还是会进行这样子。谁玩钱呢、啊？谁玩钱？我是的，钱都是我的。好，那不然你那个每个你帮每个人拿两枚金币。帮人怎么？我记得可以一起分，不是、啊哦？是不是？可以啊。那怎么分啊？好问题。阿基发牌。钱也可以这样发吗？我不知道钱会这样，应该可以啊，可以啊，这么好。啊，有了。那、啊、所以钱是要问他问号吗？其实可以给别人看啊，没差。哦、为什么这里面钱的钱会有两块好大一个？对啊，超好笑的。所以他怎么一起发、啊？其实钱我发了。其实他有个袋子可以让你放钱啊。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个袋子？对啊，我要把它拿出来。好啊、哦，大家都知道你多少钱，不存钱那种啊，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有没有？我有这些钱。好，然后刚刚有讲到，除了那几个属性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帮助牌面啊，就是有什么贵族、宗教、贸易、军事那些就是相对应的角色可以课税嘛。那还有个特殊，每一张卡片都不一样，你如果抽到，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嗯，好，有不同能力。OK， 好，把它放回去。所以等一下开始不一定是下面这八张吗？就是这八张里面去选，但是我们只有七个人，所以有一个人会这一轮你可能角色就被弃在中间。哦，所以刚刚才会说，就是刺客刺杀的人，你如果是你，你可以不用出声、哦，因为他有可能会刺错人。嗯，哦，比如说也有可能会偷到不存在的人这样子。那比如说刺客要刺国王嘛，那、啊、国王刚好在中间、嗯，都不用讲话这样子。就是。我们会一样叫号一二三四嘛，对对，五六七八这样。对，那就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哦。这样刺客往前刺比较好了，他如果刺后面的号码，他就不知道是谁这样。对，哦，哎、欸、不对啊，刺客也第一个、啊，他这只能随机刺。对啊，对啊。那如果没有国王的话，那谁要发号施令？啊，没有国王不能弃掉你国，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到第七位选只有国王跟另一个，你只能选国王。哦，国王不能被弃掉。对那等一下怎么选牌？随机抽不是吗？嗯，等一下是怎么选角色？等一下呢，会有一点那个互相伤害，就是那个、哦、年纪最大的吗？第一轮是年纪最大的，真的是这样子哦，对不对？真的是年纪最大的，那我就是国王、啊。第一轮，啊、你也可以选择选国王。或你就第一轮、啊、你就没有，应该说最年纪最大的是当皇冠当加冕者七十玩家，耶、yeah, ，我是第一个，耶、yeah. 欸，然后你就要、嗯、等一下你就要负责帮忙叫号这样，回来了，好、啊、你回来了，我皇冠不要、哦，不行，第一轮是你，哎、欸，把他丢进去了，白痴。好，杰克刚刚说都没听到，没关系，佳姐有听到了，就我觉得就游戏进行中我再去学，可以。那我等一下，欸，就等杰克开好台，就再稍微点。开了，你都开了是不是？哦，好，开了。那来了哦，没空啊哦，好。今天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叫《互劳之城》。那，我刚刚其实有稍微恶补了一下规则啦，希望等一下完全没错。如果有一些错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那个什么提出来一下，有没有？好，那这游戏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领主，要盖自己的建筑物来经营自己的城市。
然后呢，我们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呢？当有人的城市已经盖了七座建筑物的时候呢，就会游戏结算算分数这样子。然后呢，比谁的分数最高，你盖出了七个建筑物的价值最高的就获胜。就是这样。然后呢，游戏进行的过程，游戏进行的话是以一回合一回合算。那每一回合呢，大家都会有一个角色，就是这个角色卡这样子。对，那这个是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这样子。然后呢，选到最后呢，一定会有一张是弃在底下的这样。就是所以并不是每一个角色都会在场上、然后呢到时候呢会由加冕者开始，就拿到皇冠的这个开始。那第一轮呢就是年纪最长的开始，会先喊号喊说一号请开始出来做事，这样子。然后呢就依序这样子玩下去。然后呢就是一号在做事的时候呢，他除了发动自己角色能力之外呢，还可以获取资源跟建造建筑。那获取资源的话呢，可以选择拿两个硬币，或是拿两个卡出来，选择一张加到自己的手牌。那可以说我是公爵吗？没有啦，没有公爵啦，没有公爵啦，走错游戏啊，没有公爵啦。对，那就是刚刚讲获取资源，就是拿两个硬币，或是拿两张卡选一个加到自己手牌，就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建造建筑，就是你花相对应的 token 来建建筑。那 token 要花多少呢？你看我现在翻的这张码头，它就是左上角是三块钱，那你就是要花三块钱才能盖它。好，那这边要讲一个刚刚私底下跟你们讲没讲到的，每一个城市只能盖一个相同的名字的东西，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码头啊，很多贸易站什么的，你一个城市只能一个。不能全部贸易站，全部码头，这样不可能。不是，多开几个码头啊！我就贪心嘛，四通发达。对啊，没有不行，不行。海港城市码头多啊！来跟你们说，左上角这个钱，左上角这个钱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最后结算分数的时候呢，左上角多少钱就是你这一个建筑物拿了多少分。所以这很重要，就是你要斟酌去选，说你要直接冲七栋，但是都价值很低的呢，还是都要冲七栋价值很高的，就要看自己这样子。好，那建造建筑完之后呢，就是还有就是角色能力嘛，就每个角色能力都有不同的。那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就好。一号刺客就是可以直接说我想要杀某某，那呢，如果轮到某某的回合，他就要直接被跳过，不能动作。那假如那一张牌刚好被盖住的话，就代表刺杀失败。对，就失败。但是呢，你被刺杀的时候，你也不用讲出来说啊，我被刺杀了，不用这样。你就是等到他叫号的时候，你就默默不讲话就好了。所以我要一个一号动作完之后，换二号，换三号，换四号这样。对，他是这样顺序。那二号的话就是说出你想要偷的玩家的钱。那等到他的回合的时候，在他进行他的回合动作之前呢，他就要直接把钱丢给盗贼。全部，这是讲玩家还是讲角色？就角色，角色啊！如果你这一轮拿到的是那个角色，你就要把钱给他，这样。全部哦，所以钱也不能乱囤哦。好爽哦！然后第三个魔法师就是与另一个玩家交换手牌，全部的手牌，或者是放弃一定数量地区的那个建筑物牌，并抽取相同数量的牌到手中。那他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拿低费的。地区牌，然后去换高费的这样子吗？就有可能换到高费，有可能换到啊，有可能换到，对啊。然后四号的话，国王就是每拥有一个贵族地区获得一枚金币，这样就是建筑物有那个颜色嘛，下面有个颜色，对啊，就是黄色的，就是没有一个就可以拿一枚金币这样。然后这个是全场还是只有我们自己？自己的，每自己拥有啊，对啊，我们是不同的城市，我们不是连贯起来的，对，我们是竞争者。我们是竞争者，对，我们要赶快想办法建造一个最美丽的城市哦。贵族是哪一张地图叫贵族啊？啊，哪里有贵族？我看你不是说左下角？左下角金色的。左下角金色，对，金色的符号是贵族，黄色的。你看帮助表，皇冠表中间那边哦，皇冠一个皇冠的那种，对，黄色。就帮助表上面有写，你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国王的话，就是如果你拿到国王的话，你就是下一轮下一个回合的时候，你就是起始的人这样子。对。那所以呢，就是意思是说国王一定是第一个动完之后才开始喊一二三五六七八这样。所以国王是第一个动，但他不会就是对他不会被
是就没意义。那那个他那个获得金币是最后结算的时候，还是你盖好地区的时候？没有没有没有，你我看一下啊，角色能力吗？二的时候角色能力的金币，他没有讲，所以应该是盖完之后可以拿。对，盖完之后最后可以拿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五号的主教的话，就是八号玩家不能在你地区使用技能，然后八号玩家技能什么，等一下就可以，等一下我们最后后面会讲到。好，哎，然后六号贸易商的话，就是你可以建造任意数量的商业地区，因为呢，讲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回合轮到你，你只能盖一个建筑物。嗯嗯嗯，对。但是呢，你有贸易商，你就是可以盖无限个，只要你有钱就盖无限个绿色的，对，盖爆这样。Oh. 然后七号的话，建筑师是可以直接拿额外抽两张卡牌，然后最多可以一次盖三个建筑物，只要你有钱。嗯，嗯 oh. 然后八号来讲，八号的能力，八号就是说直接夺取另外一位玩家价值少于等于三的地区，比如说比如说好，允月有这个修道院啊，然后呢，我是八号，我就说嗯，我好像这个修道院很想要，哎，我就直接用我的能力，然后把他修道院拿到我面前，然后付他三块钱。我跟你买这块地，我跟你买啊，对对对对对，你也看起来很棒啊，强制征收，嘿嘿嘿嘿嘿。然后但是呢，刚刚有讲到五号嘛，五号是不能被八，就八号不能在他地区用技能，就是有点是免死金牌啊，护盾这样。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样就是一轮进行，嗯，收起来收起来，这个地区帮我收起来洗一洗。有人说国王会被偷，是他真的假的？我看一下，我看的时候怎么又不太像？我看一下啊，国王会被偷，但我看看，我再确认一下。国王会被偷吗？可是他不是说盗取的角色在进行他的回合之前吗？啊，国王的回合不是已经结束了？在最前面了、啊。对，对啊。我看一下，让我再确认一下下。好 ，OK。他意思是，就是在他进行任何行动之前，应该这样子。可是国王是先动的、啊。可是国王已经动完了，最先啊！我觉得国王一定是第一个动，因为呢，因为呢，下一轮当国王的就会变成是下一轮的加冕者。嗯，然后看一下，看看，哎，没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是国王只是喊人，他一样，国王只是就是比如说这一轮，这一轮我是拿国王好了，我拿到国王，那下一轮呢，就我开始喊号，但是我不一定拿的是国王，所以就还是按照顺序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子进行，这样。他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有，就是拿到国王是下一轮的加冕者，下一轮喊号的，他只是帮忙喊号而已。所以其实，哦、游戏顺序还是从一号开始啦。对，我错了，我刚讲错了。哦，嘿嘿，了解。好，那这个洗一洗吧。好，尿尿。尿尿。好。哦，脑袋在冒烟。脑袋在冒烟了，过热。是你算是加冕的，可是还是从一号开始啊。对对对对对，等一下玩一轮就知道了。就是、你是国王的话，你是下一轮，就是全部玩的下一轮的第一个，开始喊的这样而已。可是你就只是到下一轮的时候，你虽然开始帮忙喊，可是你不一定拿那张牌是国王，对，因为已经下一轮了。哦，就是你拿到国王的时候，就是代表你下一轮是你帮忙喊号，但是你还是第四个动作。对对，没错、对对对对，负责发号司令喊而已。嗯，是。哇，你复制了好几叠牌，是你切牌了？没有，我切牌玩出来。哦，你切了而已，切还好。按 R， 整回去就好。按 R， 回来。哎，好。来，那个我们大家一起分四张建筑牌到手上。好，我放分。好。OK， 哇哦，然后角色卡是要发一张。角色卡的话呢，来从这一轮嘛，从最年长的开始，来你先开始选一张，没有，你可以直接选哦，全部看把它拉出来，让他自己去拉一张回去啊。是自己选吗？还是随便抽？不是，他是抽还是看手牌？他是抽还是选？看一下哦。秘密选择，那可以选，那是选，那你放到自己那边，然后选。对，因为你其实可以按右键有一个搜寻。右键。对，不用全部拿进去。以图搜图。右键，然后一个放大镜那个。放大镜。
你们、手挡住了，手挡住了，好，没关系，大手离开，大手离开，不要不要不要一起看、哦，不要一起看，不要一起看，哦，哦，可以这样子哦，啊，拉出来他是直接选一张，然后隐约要盖一张这样，哦，选一张盖一张，对你就盖一张这样，盖一张，因为七个人，七个人有一张要把它盖掉，哦，所以下一轮的他的优势是他知道场上。到底有哪一个人没有这样？有一个职业没有放进来，然后盖一张是不是？对，拉出盖一张在旁边，盖子放中间嘛？对，你那盖子的先放中间。好，所以我这样拿出来就好了嘛 ？OK， 拿出来，然后剩下的都给就我们就顺时针吧，给下一位看。啊，你那个放大镜取消。好，那哈基就选一张。框框好丑、哦，哦哟，闲呢。等下，雨月，你看你漏牌了，雨月你漏牌了，你赶快盖起来，我没看到。我们看得到，我看得到，放里面也看得到，我真的看得到。为什么？不知道。那哈基，你翻一下。为什么没有、啊？角色卡，角色卡，角色卡，角色卡看得到，你看得到、欸。你稍微翻一下，然后再放回去。FF。是外面有哎，然后看到盖着就盖着就盖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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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掉了？哇，那你选我要等到等一下大家才可以知道。对对对对对，然后换小雨、那我觉得就不用这样子搜寻去找，就直接拿到手牌里面去翻翻出来，这样那个比较好啊。你懂我意思吗？就不会就是还会拿出来没有啊，可是越早拿到的，你越可以推论说你上一个人大概是什么。所以拿的是什么？你想做坏事的话。不，我是说你拿到手牌里面啊，去看你要什么好了之后，再把剩下的把它拿出来放出来，才不会刚 bug 出现这样子看到。不是，因为不是你拿到手里，你拿到手里都还是一样，等于你把所有牌都打开来看而已、啊。对啊，你的意思主要是这样子、欸，对啊。他角色卡没有设定说在手里的时候会盖住，黑掉会黑掉。好，换杰克。哦。看一下哦，没得选，没事，凡心，你等下还是有个可以选的机会。好了，你说跟中间的牌互换吗？下一位，哦，你们这留这些啦，哎呦，哎呦，等下这个拿了之后要按什么？就直接拉出来就好了，拉出来就好哦，好。好，换那个，然后 Jerry， 你没得选就直接拉吧。白字啊，我这是怎么样 ？Jerry 还有两个可以选一个，谁把别人的牌抽走？我都是懂啦。对啊，都这种的，你知道吗？我到时候大家要看牌的时候，把牌拉到超级遥远，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看到。这好麻烦了。我刚直接离开桌子，跑超远去看一下我的。好，然后反正你就是这一个跟这个选一个，中间选一个。哦，你最后有这个。这个选、欸、要怎么、哦？所以他可以选掉被编的牌啊。对，哦，那我用最后一个，先把它叠起来吧。他没有叠。看不到，手挡起来，手挡起来，把手挡起来。哎，等下，他的角色是不是都长一样、啊？角色都一样哎、欸，没差。翻一下，翻一下，都一样。哎呀，这个没事。啊，大家都是税务官，税务官。对，大家都是税务官。哎呦，没事啦，白担心一场。哎呀，哎呦，吓死我了，没事啊，没事啊。我的天哪！你说拉出来吗？拉出来再放在自己那个。对，拉出来就好了。每个人都是税务官也太好笑了，放进去嘛，哦，你可以翻一下你的税务官，然后你那个分那个角色可以翻开没关系，因为大家看到都一样，大家都看不到。好，那个加冕者开始喊吧。好啦，一号请先，一号请做事哦。好，一号没有一号，没有一号，没有一号吗？没有一号吗？就二号了，二号。我要怎么开始先？选要拿金币或拿建筑卡是不是？对啊，这是第一个动作。对，我要拿钱，你就拿两块钱走。对，不要全部拿走。我是二号哎，你怎样？我等下偷你了。你也要知道我是几号啊。然后再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建造建筑，或者是用角色能力都可以，或者是两个都做都可以。两个都做都可以啊。对。
那我要偷。雨月那是没有的，还是有？我要偷五号。啊、这跟我你要偷五号的钱，好对。那你要盖东西吗？我要盖吗？好，我盖。他是先放程式出来吗？还是可？对啊，对啊，你就放出来啊。先选你要盖的盖出来。嗯，你就放在你面前，然后你就是要把三块钱交回那个交银行。三块钱交回去。哦，我是贵族。你是贵族。我是贵族。好了。好，那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换下一轮，就是雨月继续喊。三号，三号，对不起，我们要抢银行，对不起。然后盖一下，哎呦，大家都好早就开始盖了。对啊，大家都在疯狂盖、欸，第一次玩啊。嗯，哎呀，我都扛不出去了。好，结束。盖酒馆。所以现在是先那个先拿前面的做事的东西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先拿。你怎么拿回来？你是国王哦！是哦，哇，杰克国王，哇，国王！好，我拿两块，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可以建直接建造啊。对啊，可以建一个。那我盖监狱。还有、哦、这个国王很恐怖哎，还是国家先盖监狱啊？凶花吧，害怕。不行啊，有人会犯罪啊，先盖个压压惊。好了吗？好了，嗯，好了。五号，繁星哭啊，给你啦。哭啊，偷到啦。哭啊，这么多你就揍我了，我快气死了。哭啊，开心一场。开心一场。哦，银行拿两块，好，没了，结束。我就只能这样。六号，抽钱。六号，两块。然后看一下啊，盖房子，盖个兵营。你们都在盖哦，你们都盖兵营耶，很恐怖耶。好啦，下一位是七号。洗袜。嗯。看一下哈，先拿，先提两块。啊，角色能力是每一轮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好，对，那我的角色能力可以多拿两张牌。好，哦，好跨界哈。好好、哦。然后，啊，我看一下要盖吗？哎呀，好，不盖了。好，你不盖哦，好。对，四块哦。不是，也不猜不到的号码啊，可恶。对啊，猜呀、啊，猜我下一轮会选谁啊？猜小雨啦。我等一下不拿盗贼。好了，猜好了啊、哦。好，来是八号。是吧？哎，他们旁边可以，这可以，这是什么东西啊？哪一个？哦，那坨是扩充的，就先不用理它。扩充的，哦，把它叠起来吧。我们先把它叠起来，先叠起来。好，有人把牌收进去了，牌收进去了。哇，你搜寻一下。小雨，右键搜寻。我刚刚看到啊，税务官员过头了。哦，真的吗？再拉回去，再把它组起来一下，组起来，小雨自己去拼，自己去搜寻。对，我搜一下，你们先做事。好啊，先做事，我是。啊，八号要，两块钱，啊，掉下去了，没有，回来了，哦，有人换牌，然后我要发动角色能力，嗨，你要对谁？啊，嘿，谢谢，哦，监狱，两块钱，监狱。监狱被拿走了，监狱被拿走，刚盖好的监狱就被拿走了。我照你想关进去了。哦，快哦。那哈记，你还有要做事吗？你其实还可以盖一个建筑物，因为你刚刚是用角色能力。对对，你有钱就可以盖。你有两块的可以再盖一个。你有两块的吗？盖。哦，还真有，好扯哦！哇，感化的监狱耶。对啊，感化很好，感化不了丢监狱，对，感化往楼下送。八号，
你有一个红色，你可以再拿一块钱，从银行拿一块钱回家。红色哦，因为你监狱是八号，对对对对对对。Okay.哦，自己的属性吗？对，自己的属性，对。哦，对呢。我觉得要不要复制 一排的牌啊？可以复制一排。你说让人家看那个吗？是要看效果的哦，也是可以啊。好了，这一轮结束，大家都拿出来吧。等一下就全部替代写。好，那给杰克复制啦。都好了吗？嗯，好了。对，这個，哇，你很会呢。很会呢。我不会了，我后面卡住了。我没有权限，我没有权限。阿力不是就搞哎，可弄没有权限。我不能复制，那按什么按什么跟我讲，我是卡住 C 卡住 B， 复制介绍。哦，这么简单哦。右键有个 copy 啊。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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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个你们那一排那个拿去洗吧，拿去洗。哎呦，哪一个搬到两步？他们两个还在洗啊，两个还在洗。啊，所以哪一个拿去洗？啊，这个是修好，对对对，靠杰克这一边的，哎，放哈基那吗？还是没差？好，我们摆一下。这几张角色标记也要用吗？没有就把它收。那个其实可以收起来，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用到。不好，你照顺序排啊，顺序排。对啊，二三，我跟你讲，他这个做这个的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你看他的法也都可以整整齐齐放。对对对，哦，对。那我的建筑物等一下放在上面一点好了。好，就这样。好的，那就我先嘛。杰克开始洗一洗之后，你先拿一张牌出来，然后弃一张在中间。那第二轮的抽牌一样是顺时钟这样抽吗？对，就一直都顺时钟啊，就一直都顺时钟。好，对。那我拿这个，然后盖一张啊。对，盖一张。只有国王不能盖嘛，其他都可以盖。对。没有，应该说也可以盖，但是呢，你就变成是最后一个，一定他一定得選要选国王，嗯，对，他不能被弃，你自己也可以不要选。哦，好有趣哦，好有趣哦。那我有个问题，如果这一轮我国王了，我下一轮继续选国王，一直选国王，一直选国王，不是一直都是我当国王，都你开始你喜欢的话，对、啊、你喜欢的话，你高兴的盖这张，哦，你盖那张好，跟你的号码就会被指定了，就会被知道啦。对啊，或者你看他有没有在盖那个贵族房间？啊啊！想偷了吗？想偷了吗？啊！偷钱了，想偷钱了，偷起来，偷起来，偷起来！偷一块钱而已啦，你要就拿去啦。嗯，所以这张是弃牌的吗？嗯，对，那张弃牌就是等一下最后一个可以选，这样贴心。嗯。贴心一草，银行剩下十二块，好穷。大家都靠钱扣在那个。好，下一位，星，哎，我吗？哪里？这里，对，中间那个四张。帮大进，完了，就这个了。我有种感觉，我的领地最后会什么都没有了，好可怜，都被抢光之类的吗？帮我啦，放大金，放大金，你们怎么留这些？放大金，奈安诺，刚安诺，哦，奈安诺，我知道你要选什么，那个税务官吗？对啊，你怎么知道？哇！预言家，预言家是你！哎呀，没有啦，等解了，等解了。好，好，下一位，那就阿纪，等一下哦。啊！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你喊什么？你不要乱喊啦！哈，你等下可以看 ban 牌啊，对不对？哦，对啊，你可以看那个杰克 ban 掉。我觉得 ban 的牌还不错啦，还可以的。不是，不会是我想玩的那一只吧？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还有那个 ban 牌？我先看一下 ban 牌吗？先看一下。对，融合，叮。好，我看看啊。他怎么？为什么雨月断掉了？他断了。他断线了，我想一融合音乐就断掉了，他被融合在牌里面，他被当素材了。
啊，应该是断了，好可能。对，他是不是爆炸了？哇，八角号，八角号。好，好好好，回来回来，好。我偷看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回来了。好，我拿这个，我拿这个。都爆炸。好，等雨月回来就杰克叫。啊啊啊！还没来，叫什么啊？啊啊！叫叫叫叫！好，回来了。好，一号。哎、欸，又是我！哇，又是你！哇先拿两块嘛！哎呦呀，你先拿两块啊！冷空，我要盖，要盖冰营，又是冰营！哇，太多冰营了！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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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被发现了！可恶，完蛋了，忘记了！哇，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抓到了，那我要效仿刚刚那个，我要盖修道院，你也要盖修道院，他刚是教堂啊，你是修道院，啊、修道院嘛，他想做武僧啊，武僧，对啊，啊训练兵，好啊，使用角色技能，好，好，我要干掉，一样是五号，干掉五号，你是多讨厌五号，很讨厌五号，好惨哦，我修道院需要他嘛。哦、oh, ，好，下一个，那你是绑架吧？好，然后那么二号，二号，二号是我啦，哎，可恶，我先拿两块钱，然后好啦，我盖个东西啦，好不好？好，这四块钱啊，要求四块钱放到银行，我盖个海港出来，哎，啊，投他，投他。不能偷啦！跟他换了，跟他换，抢他！不能抢啦，他身价大于三块钱，不能这样，不能抢。好，我要来用我的能力了哈！啊、那我想想，我要偷几号？对，大于等于。这、嗯、样、哦，你可以拉五号踩一点。我要偷四号。哦，四号，偷四号。你说，再来，啊、来三号。三号是谁？三号好可怜了，没有他们好像没三号，没有三号。那么四号哪个可怜儿？才一块钱哦，他只能一块。好好啊！啊，我的天！我是四号，我要先啊，再拿两块吗？只拿两块。超气超气！那我要还可以做什么？我要同时八号建造，你可以盖两块以下的东西啊。你可以支付啊，建造一个好过啊，那就好。五号那个他过了嘛？对，五号好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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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下一个。六号，六号，好，捅到你了。我想盖房子。笑死。然后盖市场。哎呦，然后因为我要发动，顺便发动能力有两个、嗯，所以我这个两个不用还。就是。就是我两个商业地区，所以各拿一个金币啊！我这个盖两啊，盖两块钱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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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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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结束，我弄你操作哇，太会了吧，太强了！八号买他的东西啊，八号偷爆他，七号七号换我先拿两块，七号是建筑师，然后我要发动能力拿两张卡，哎呦，啊期待。两张，拿回家看。嘿咻，那我看看，让你看看，看看要丢回去吗？不用吧，不用不用，能力拿的不用。啊，我是直接拿起来两张，额外获得两张。建筑师的能力，对。哦，所以如果不拿钱的话，是拿两张，然后放回一张这样子。对。啊，二选一。好，那我来盖个庄园。哦哦，皇冠的哦，好，想拿国王咯。好，
好，换八号，哎，我啦，我啦，就你吧，就你啊，就你啊，我啦，我啦，我看一下哦。所以我想问一下，他角色能力可以最前脑，还是一定要先拿钱？你要先拿钱啊？没有，角色能力你可以任何时指定，他没有指定任何时、哦，没有指定时机的话，就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哦，对对对对，就是只要你的回合的话。好、哦，那还想先偷人家家？当然，偷人家东西啦。监狱还我啦！你们两个不要互相抢嘛！哎呦，这是我的东西。然后我拿点块，钱很多哎、欸，刚刚四块啊，刚刚四块。往我，别往我的钱打！你又没在用，你又没在用。然后我盖一个雕塑，哦，三块。他腿好短，然后因为角色能力那个监狱可以拿一块回来，好，然后两块块，回合结束。你还是能力猛的哦，这个能力挺猛的、哦，你看一下，我看一下，挺猛的啊。持有皇冠可以五分呢，最后加五分呢。好，那就角色拿出来啦，来洗一洗，洗一洗。太小。所以刚刚是谁？是允月是国王吗？哎、欸，他既是国王，他既是国王，他拿还是选？嗯，好，我先选啊。好，啊，再当一次国王啦！再当国王啦！这样你只要盖一种建筑就好了，多方便啊！对不对？又可以赚很多钱。你看一个国王的领地，就可以再领一块钱。如果你有三块的话，你就可以一次拿五块钱，就可以再盖一个五块钱的地。哇，好有理哦！天哪！可是我觉得哈基现在应该更想要弄。五号吧，他已经有个教堂嘞，他已经可以在收钱了，你知道吗？他已经开始收了。对啊，好，这个是盖钱的。下一位，下一位，再，鳌鱼是。嗯，这样看看呢、啊。这样我是不是最后一个、啊？好，对，你是最后一个。那我可以先偷看这一张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你就知道他们哪一个是，你就知道最后一个人大概拿什么了。对对对对。对啊，想想啊，叫坏坏，坏坏，这个是啥？这是啥？这是啥？我想看的是啥？这是啥？好，报复社会皇冠。哎呦，想刺杀人哦！感觉不是刺人就是偷了，咱就打的就是八号啊！看一下啊、哦，哎、欸，就想当小偷啊！好像很有趣哦！哈哈，我先拿这个就好了。哎呦，好，来一个，换我啦！你的回合，我的回合。哎呦，我觉得里面的牌都还不错啦，是还行啦，可是，哎呦，果然，嗯，好啦，好啦，这张啦，好不好？好，等一下哦，好，下一个，我，来，亚米威，哇，我看一下哦，没有我要的那一张。你想要哪一张？你想要哪一张？你觉得是哪张呢？是不是主教啊？然后等下又被刺杀主教。好，这张感觉留一跟二都是报复社会用的呢。嗯，对啊，那换繁星啊？哪里？哪一个？这边？这个？对对对。嗯，就两张，很多可以选呢、欸！我的天哪！我的天，难得到最后还有东西可以选，我的天哪！哇，真的是酷啊！然后嘞，好了，好，那就换允月两个重叠一起选。对，允月是最后一个，所以可以二择一。哇哇！我的天哪！你很多选择吗？你很多选择哦，超多选择哎、欸，我只能选这张了。哎呦，哎呦，万中选一。哎，抱歉，我没看到，我瞄到了，我没瞄到，我没看到，我没看到，可恶，好亏哦。
你就他机先喊喽。我先喊啊，一号请做事。台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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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拿钱，我先拿钱。我想想是几号呢？我看看大家场上有什么，看会不会有人又想要市场酒馆各拿一块钱啊？没有没有，不要这么想啊！那不然刺个六号好了。啊，我看一下啊，我现在我要盖一二三四五块钱，五块，五块盖什么？盖一个五块的。藏宝库哇，你值得拥有哎、欸！哇，可以多一分哎、欸！结束的时候可以多囤很多钱，就比较尴尬一点。然后一只全部被偷走，直接哭出来。好了，关了关了。那换二号，二号请做事哦，是我。哎呦哎呦！我要盗取一个角色，我要盗。你要盗谁？那到谁啊？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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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钱多少啊？你也才一块钱，你要赌、欸？这五块的，这五块的，有五块哦，前面五块哦，有五块，赌看看啦。啊，七号，七号，七号，是。啊，可以开始了。两圈，两块钱。你自己钱也蛮多的。哇，我要盖房子。对啊，你现在五块。对啊。哦，哎呦，你也是盖五块的，是不是？对，五块钱，哇，这是卡牌，哦，可以盖同样名字的地方，哦，对，你可以开始，很强耶，哎，这个很强，抓一波了。好啦，你可以狂盖教堂了，好不好？也狂盖教堂，没事的，在你的城市中建造相同名字，哦，这个很强耶，这个很强。三号，三号是我啊。Let me see see 哈，看看啊，西西呀，西西呀，西西呀，他要放牌了。哦、oh, ，这个先放旁边吧，然后先抽。对，我想要再洗一下，玄学玄学。然后把它盖到最尾端，把它盖上去。爽圆、啊，好了，下一位国王，好难哦，国王啊！哎呀，哇，国王这么后面的哦，我一个，两个，然后领地效果再拿一个，嗯，哇哦，好，然后呢，我看一下我要干嘛。盖个城墙，瞭望台。OK， 好，下一位。可以两个那个，就这名字不一样就可以了，名字不一样就可以了。对，五号有，他既喊五号，五号，五号就是我。你我拿两烤盐，我你要整开哪？还有两包是不是？两拿两包，然后再加角色可以拿一块嘛，对不对？你对对，你那个你看要糖可以拿一块，然后我要盖五块钱的。哦，大家都在盖五块、欸，怎么，好烦哦！哦，谢谢你，谢谢你，你人最好了。来这个。工厂，我特殊可以少一块钱、哦，特殊减一块钱，哦，赚 哦！你要去拼了，你要拼特殊，好强哦！我不知道，我随便用。特殊就是那个紫色的，有我看得懂，可是我想要哈基那个，我想要盖全部兵营。哇，可是那样不行。我想要盖，我想要盖全部监狱。六号。六号不能做事，六号不能做事啊！对，六号不行，他被戳了。刚刚不是放倒了吗？我让他对，他被放倒了。这是坐机哈，对，然后七号是被偷吧？那也都被小孩了，太小孩了！哇，你好多钱哦！人家可以盖五块钱的哎，
一直在小孩哦，要修哦，撩人哦。好，先开能力，抽两张。抽铁，抽铁牌啊！等一下哦，我怎么拉不进来？哎，有了！哇哇哇，这是什么啊？然后能力开了，然后拿点快快快啊！然后盖市场，哎呦，好你们，下一位，刚刚是八号贝壳，贝壳啊，我还在，来发动能力，我靠，我是你就偷监狱了啦。对啊，多拿一块、欸，哭了，监狱你被拿了。我跟你讲，有两块，有两块了。我等一下拿回来了，这样吗？我等一下就拿回来。我跟你讲，我要拿八号了。监狱被搬来搬去，然后，哎、欸，然后拿两块，然后我是有这个监狱再拿一块。哦，所以搬来马上就可以有那个效果，可以可以，就是、一回合就只能就发动一次这样。对，嗯、哇，允月，你是不是想要拿八号了？啊啊！你已经两个红色了耶！哇塞，真的，我可以拿个四号啊，四号也是可以啊，四号也是不错的。铁匠，你可以付两金币来抽，哦，这可以抽牌，好棒哦，哦很赞哎。花两块抽三，对，三啊，都结束了，很酷呢！利用监狱洗钱，对，天哪，监狱洗钱，而且偷监狱的时候，大家都是拿八号，对啊，真赞呀，评价赞，原来是监狱看管者，给先看看他，我是说最后一个了，那我去尿尿了，去尿尿了，我去尿尿了，来看看，几秒多。啊、哇，嗯呀，广告了，别再打我了。哎、欸，你这真的很衰哎、欸，就这么刚好就打你、哦，打到你，这么刚好。好，下一位，就换花季啊。对，你要盖一张，你没盖一张，开、哦、谁？我盖一张。二，好，看我，啊，哦，哦，哦，那个不见了哦，那个不见了，哪个不见了？哪个不见了？那个啊，那个啊，阿总都不见，什么东西？怎么不见了？他看来是他很想要的东西不见了哦。哦，嗯，啊，冬天的尿真的好多，因为一直你也一直喝水吧？对啊，好，下一位，小雨 turn， 我看看，啊，被拿走了，每个都啊，我来帮你看看是他在哪里，你在想要什么？啊，我想要可以赚钱的，都可以啊，赚钱的哦，哦，都行。到目前被拿走那两张，嗯，是哪两？你可以自己推算啊，因为其实对啊，你的视角可以推算越，越前面越好推啦，前面的人啊，越前面越好推啊。我的前面都拿了什么牌啊？啊，太多人了，兄弟啊，我这个最后一个了、欸，没什么哎、欸，啊，完了，好啦，来。这个了，我好想捅人哦！哦，好凶！我想花两块钱杀死一个人哦。这小孩好了，好好好了。哦，有我要的，有。哎，有我要，有我要。哎，我大概是想，大概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你是不是想要伤人啊？我他是想把一张，我再一张，我要抢回我的监狱。抢回去了。完了，你要小心刺客。好烦，刺他了。好烦，怎么是这些？好啦，就这样了啦。来下一位。呀。
哎、欸，我们第几回了？第三、第四、三吧。哦，哇哦，哇哦，哇哦。嗯，先这样子，好。满星，嗯，两张，这两张。啊，好难选哦。还没看，还没看呢。啊就哦这哦这哦，他是猪叫声出来了。好啦，这张啦。啊，那就允约喊号吧。啊，一号。好啦，一号是我啦。哎呦，拿个钱啦。一号，你要触人的吗？你要捅谁啊？我要捅人啦啊啊啊！听筒开口。我要捅六号啊！啊，六号啊，就是六号，六号可以。不错，我觉得五号、六号常被捅。五号、六号很危险的。然后我盖一个啦啊！白头发都早点死是不是？好啦，那个下面一位啊，来二号啊，我啊，我先拿钱呢。还要变大富豪？我很穷，我才三块，我盖一个。再偷啊！我想想啊。嗯，这些、嗯、我看看现在场上，场上钱少一大堆零块钱，这是什么？怎样啦？瞧不起最高效益应该是想办法踩哈记啊。对，嗯，我看看哈记啊，四号啦，四号啦，四号啦。你是不是想主教拿钱啊？哎、欸欸，不对，不对，不对，好像不是，我想想，刚刚语气好像不太对。好像我想想，刚刚我没看到什么呢？哎、欸，对，你可以推敲前面的，可以推，他可以推。我推一下，我推一下，我想一下，应该是这个，或者是哪三张不见？哪个啊？三选二，我九号，我是九号。刚刚我好像也没看到这个，是吗？我是九号，我忘记了。国王了，国王了，国王了。他盖血球了，代表不能动。我想想哦。我想想，我猜猜看哈基比较需要哪个。他现在如果有五块钱，他搞不好想盖房子，他可能想要多抽两张再来盖房子。开始穿、哦、我是哈基的话，我是哈基的话，我就拿国王了、欸。如果我是哈基的话，还是我想要贵族的？没有，我贵族我不能多拿一块钱，我应该不想当国王。没有，他可以下一回的先拿、欸。他是元帅，我要偷人家。好，我觉得他是元帅，我要投八号，我要投八号。好哟，哇，心理戏很多，对啊，内心超多，内心超多。好，下一个是三号，三号，哦，看一下哦，先，我想想，想想。哎、欸啊，对对对，我刚没有盖房子呢。哦，你要盖房子，好，来，我盖一下。回到二号，回到二号，二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拿一下钱。好好 好, 好, 好，没事没事。好，三号继续。哈、哦、哈，哈、哦啊。你想问一下，他所说的地区牌是这里还是手牌？手盖出来手牌啦，这些房子就是叫地区牌。嗯，这边叫地区牌。没有房，你任何的东西就是这个房子啊，不管是场上场下都叫地区牌。他那个是就是遗弃你手上的牌啦。哦，他遗弃手牌，手牌、啊啊、就是洗牌吧，手牌盖出来的东西就不能动了。哦，了解了解了解，好。那么我先抽个两张啊。哈，哦吼，抽牌，抽牌。哎、欸，你是三号没有抽牌啊？没有，就是我用那个不拿钱啊，他不拿钱，哇，不拿钱，你抽二放一张回去，抽二放一，就放原本没有选那个牌，把手牌里面的塞回去。等一下哦，啊，一斤我有呢，对吧？开一斤啊，酒馆。我觉得你 是抄袭杰瑞的啊！哎、没有，哎啊、没有好好、哦，你是下一轮要拿，你把监狱拿回来对不对？然后使用魔法师能力，就是弃手弃地区牌，然后去换，嗯，弃几张换几张，对，弃几张换几张，哇，弃那么多张啊、哦！弃三换三，弃三换三。啊，然后抽上面三张啊，对对，就直接拿回去这样。
好。然后这样回合结束。好，下一个是四号，又是我的回合。你想不想让我玩呐、啊？我又最后一个了呀！我先拿两块，然后地区效果再拿一块。OK。等下同国王过有点太爽，等下我要捅死国王。王子喽！等下我拿到刺客，我要捅国王。我要捅国王。戳国王啦！国王太爽了。只督你一人。好，下一个。号五号是吗？是我。国王是不是没拿钱了、啊？还是他拿了、啊？他拿了，他拿了、啊，又盖了，又回去了。身上不要留钱，很可怕、啊。抽两块，然后 ，Kitun，哎、欸，你有两个监狱，有两个监狱，把那一栋给我啦！你 key 不了出了，不了出了，没办法 key 出了。那只能 key 捆了。Kick 捆喽 ，Kick 捆喽，啊，直接七号了，七号，哇，好，我要发动拿钱的技能，那、啊、不重要，哎、欸，拿太多钱了，不是啊，听我解释哦、喔，然后我要发动角色技能是什么？两张卡，抽两张，抽两张卡，抽两张啊，最多盖三个，好的。好了，要盖房子吗？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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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得盖，结束。好，八号，八号，哎、欸，没八号吗？没有八号，没有八号，莫奇，八号在这儿，拿出来，拿出来，还好我没选八号。我知道啊，自重啊！我以为是杰瑞会拿到、哦，没有，我就怕杰瑞把他捅我，抓我东西。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好像没有了，真的假的？我忘记了，因为我刚刚他在记牌堆啊、欸。有，那时候有。好，我要先来选牌喽。不是啊，有人在主宰啊。啊！有人一直在主宰国王，捅他啦！等一下戳他了，捅死他！要捅国王了，要捅国王！戳了，戳了！让他下来了啦，偷他的庄园啦！下台啦，下台啦！偷他的庄园？怎么了？哎、欸，真的哎，把庄园偷走啦、啊！他等下拿两块的啦！对啊，怨念也太深了，我都最后拿哎、欸！对啊，那我隔壁是皇宫吗？我这边这只是贫民窟。欸如果我先把一号、二号 ban 掉，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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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么 ban？ 我就要捅死你。你可以把一号放那个弃牌区啊，我去拿它。哦，好，没有问题，来这放弃牌区。好，下一位，换我。每一位。啊！哎，碎啦！再拿走，你再拿走，你再放一下跟拿一下。等一下啊、回复上一栋。回复上一栋，回复上一栋，没事没事没事。好好好好，按错，他太近了。啊，好，下一位。啊，我看一下，我来记一下。这个游戏真的要记啊！有没有既视感啊？我看一下。那个，我刚刚做错一件事。嘿，嘿，你怎么？我。抽两张放一张回去嘛。你刚刚没有放一张，对不对？你刚刚没放，我刚以为你放了、欸。放一张回去。你坏坏。我刚刚放一下，放在这一下，你就洗进去就好了。不用洗啊，不用洗啊，就放从上面拿、啊。好、oh, ，OK。好，那这个。好，拿好了，换下一位。拿好了。四张哦，这是什么？我好好奇大家都拿什么牌啊？我也好好奇哦，好好奇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知道怎么玩啊这是嗨呀你为什么这一轮听起来感觉很不妙啊这局好难玩哦我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看一下现在谁钱最多、哦杰瑞跟哈基的钱都蛮多的有钱人啊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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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偷了啦好这个
是我就偷了。嗯，换我了。嗯。怎么是这三个？很难选哦，很难选哦。哇，这局又变难选了，好烦哦，这三张。啊，我只能躺着享受了。哎呦，没有会变大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哎、欸哦，变大了哎、欸。好了，就这样啦。钱包变大了。滚轮就变大。白痴哦，怎么这几只？哦这不是一二三啊！我傻眼！你不要把它放进去了，进去了！包包怎么装包包啦？这是不是1.17先行版啊？太大了！是我的，是我的！哎，存进去了！哎，存进去了，存进去了！一次元包包。那我的，我的，然后原本就我的啦。好，好了，好，反型，好了，好了，好了。看一下，看一下。哇哦！哇哦！有没有对你很好？有，谢谢你。太大了，这是月饼吗？是蛋糕哦。好了，起司。好了，开始。好，好了。好，一号，一号是我。来啊！来啊！把你刺起来了，是不是？我要来刺谁啊？刺看看啊！你现在没拿四号，我好意外。他怕被刺啊，怕被刺。他怕一直拿四号。我刺个八号好了。哎呦！哎呦！杰克的眼泪掉下来，是不是？好，然后我的监狱，这钱是可以拿的吗？然后别人拍。可以缩小他了啦。两个，我真的。这两张牌是什么？啊，刚刚不小心拿出来的。放进去就好，对对对，刚不小心丢到银行里面。洗一下，洗一下。嗯，好，下一位，二号。二号没有。二号没有。没有人。哇，居然没有人来偷钱呢！啊，因为他太穷了，不想拿。他太穷了。还好吧，有三块哎、欸，很难，可能没猜到之类的，两三块，猜错就零块了哎、欸。好，三号，三号是我，我先发动能力，小雨我要跟你换一张，一张换四张，一张换四张，哇，哎，可怜哦，全换了哇，我是他是兑换手牌啊，超可怕，哇。他换的不是换角色，是直接换玩家。对，换牌，跟一位玩家交换手牌。哦，他不是说强？哎，放不上去。哇，小雨这是什么牌？怎样？你盖啊！你有本事盖啊！全部高费，你盖啊！高费卡。好，然后我要拿两块钱。冷扣。能扣，能扣，能扣，然后把它花光光。哎呦，复偷七款，宝哟，宝嘞，哎呦，好宝啊，下面弄宝啊，四号，四号，那坏丢不进去。我是国王，我又是国王了。哎。那、啊、这回合我们要干嘛了？拿两块。这么乖，哎，就是这么乖。我做完事了，下一个。做完事了，下一个，下一个是五号。五号是我，我要拿钱，我要对我的神殿课税啊！哎呦，结束。哎呦，你没有盖啊？哦。哎呦六号，六号是我。你怎么又是脏的啦？我要拿两块钱。他想盖东西啦，他要盖房子了。嗯、对，太大了，太大了，那假钱啊！然后，等下我先全都拿，都拿出来啊。要收钞票了，房子。哦哟，天，码头。
等下这怎么那么小、啊？假钱啊，假钱！没有五块一块啊，五块一块，五块一块是不是？然后发展我的那个贸易商的那个可以多拿一块钱哦，拿一块钱。对，然后我再盖一张一样是码头。哦，你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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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可以贸易商可以。哎、哦，下去。哎、欸，可是两个码头。哦，对，他可以啊，还有菜市场，菜市场结束。好扯哦，其他还要拼七座咯，还要拼七座了，他要盖起来了。没有啊，现在有人五座了呢。对、啊，没有啊，你有那个的比较好拼啊。哦，你可以同名了，好了，你可以同名。我要发动技能咯。好，抽两张。哎、欸，等下魔法师还跟了吗？跟我换牌咯。很多牌哦，很多牌哦，下一回有魔法师哦。全部都五费那种的，哇，超贵，超贵的。问一下哈，哎、欸，我是他的技能是可以直接盖最多三张，对不对？最多个技能盖三个，直接盖三张。只要你有钱的话吧，你有钱就可以。等下要去盖一个一费的，是不是？哦，两费，两费，还有一费，哇，哎，两张出来，是哦，直接凑齐耶，已经三张了哦，哎呦，三个蓝。一二三，三张哎，哎没错，好了，就直接下一个，嗯，来洗牌喽，小雨是不是？哎、欸，我又被换牌，又被戳，我已经连续两回合只有一块钱了，他要我拿钱吗？我好穷哦，你看我在路还要最后一个拿牌。小雨给你一个，给你好的，好，给你好的啊！我帮你压个好的，我帮你压个好的，帮我留一张好的，帮我留一张好的，帮你压个好的，快笑死！哦，超难过。好了，选完了，这么快？哎呦！哎呦！哎呦！好想看有什么牌啊！好想看、啊。小雨，好的啦，好的啦，好的是不是啊？哎呦！是真的都好像还不错哎、欸，我的天哪、啊！可恶，好想看啊！想看呐、啊！等一下啊、哦，好爹，前面当然就比较……哦，我看看啊、哦，嗯，等一下，哦。哦，好，杰克这一轮不错哦。怎么了？会哦，会哦。这第几轮了？这期不用算轮数啊，只要算谁盖到七个结束、啊，反正有人盖到七个就结束。嗯、就结束。所以要快可以很快，要慢可以很快。哦，那我慢一点了。可是你已经五座嘞。对啊。换谁看？换谁看？换繁星，换繁星，换你。哦，终于不是跟弃牌对选了。嗯，你选这个会不会针对啊？是啊，国王是不是这两个一直在选呢、啊？没有，我才选两次。没有，我也才选两次，已经很多了。两次总共不是也才五轮？可是我中间有 pass 过吗？结束，结束。好，换我。啊。马金，哼，怎么剩这些啊？哼，啊，这个好奇哦，好好奇哦，好想知道有什么。好吧，这个留在后面好像有点糟糕哎、欸，到底是多糟糕？我的天，好啦，我选这张啦。哎呦，好，下一位。好，那哈基可以看了。怎么是这两张？小雨没事，我帮你留了一张好的。好好好，我等一下看一下这张什么。捅人了，然后等下他留一张国王给你。没有，下一回由你主宰。欸、这也不错啊，他先加冕。是为了下一回合在那边做什么？两个真可以丢。我直接拿进来看一下。嗯看一下杰克有什么，我就知道这个国王是不是？我看一下，应该留的不错吧？
好，算了，那选这个，选这个。来，杰克喊啊！叫好一号啊，刺啦，刺啦！哪刺不刺？哪刺不刺啦？哪刺哪刺？哪刺不刺？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刺啦！我看一下哦。啊，可是这样就我想一下哦。哎，刚刚是什么？刚刚是这个，那就是我想想啊。嗯，有要心机进去了吗？没有，我思考一下，我随便找一张图嘛。我现在零手牌，我可以交换手牌吗？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好好，问你交换手牌。你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换，哦，那就吃他了，他是魔法师。你是魔法师吗？你想跟谁换牌吗？你想跟谁换牌？他要换应该是跟繁星或杰克吧。我都是高价位的，我都高价位的哦，可以换吗？拜托拿走他。好，是死人的那个 token 呢？是啊，哎，怎么见了？啊，被我收进去那个这里面。哦，这里他拿的是谁？我想一下，不知道刺谁啊？我觉得团团拿二号哎，二号吗？你说我想偷钱啊？对啊，你说我要当一个好刺客去阻止他偷钱吗？没有啦，我说团团是二号啦。你要知道二号是谁，把他刺掉。对啊，不要不要不要，我想想，刺看有没有要买凶杀人，快点。我给你两块钱杀了一个人。好，我刚八号被刺，那我们换刺个八好了。哦，八是不是？等一下哦。好，我那个看一下，你那个角色长什么样子啊？谁？谁啊？你那个角色哪个角色？那我盖一下好了，加点盖一下。又一个监狱，好，大家都很爱监狱耶！我的天啊。好了。啊，喊号啦。二号啊，我啦，我啦，我啦，我还好没有被小雨阻挡，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差点被刺死，哇，真是差点被刺死、欸！你要猜团团啊，团团四块钱，我拿四号刺这个，你不是啊，你要偷啦，你要偷，偷偷偷偷，还想刺啊？你要啊？我拿两块，哎，偷偷很暖。一个盗贼还想要刺人啊，好想刺哦！你可以拿金币刺那个人啊。杰克是很想要偷我啊，好气哦！好，换下一位，三号，好嘞，三号，三号是我。哎，三号，我要发动能力，我要换牌。小雨什么牌啦？啊，我没有牌了。不是啊，我说你上一轮的啦。哦，我就说啦，你盖啊。给你，超级可怕！那个你高费，你不是备用哦，你不是跟玩家换哦，他或是放弃啊，可以抽他，他也可以那个数量弃几张，然后换几张。哦，他真的，这洗牌角色，嗯，输啦！哇靠！哎，不是你自己各家换呢，抱怨人家的牌，天哪！对啊，哦，偷走了还要哦，等下那个我都没有抱怨你，等下就想把它塞丢不进去。然后我看一下哦，哦，还没进行行动嘛？我看一下，好，先拿两块钱，好，然后结束，没有钱，啊，四号了，来是我，来四号，我偷到东西，好，折扣，有啦有啦，可以啦，一扣一扣，哪里？我就想到这一轮，我如果拿国王哦。一定会被爆炸，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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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了，结束，结束，结束，你的尾号，你的尾号，啊，没有五号吗？没有五号，六号，盖房子啊，盖，快盖，盖起来了，六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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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六号，嗯。我没有钱，你没有钱，你也没有牌，拿钱啊，没钱，你拿牌了啦，你拿牌，拿牌了啦，抽两张放一张回去了啦，你也没有牌，我拿牌，你拿牌可以拿两块钱走，不是？抽两张放回一张，然后你可以，我觉得这个拿牌效率好低哦，对啊，可是啊，可是他可以拿两块走啊，你可以拿两块啊，因为你有码头，他是那个，他角色可以拿两块，
不是这个哦，这个哦，什么东西？都很贵的哦哦哦哦，我丢丢丢，哪一个比较好？哦哦哦哦，算了这个了哦，好，放回去，放回去哦。好啊，发动我六号的那个，我两个，我拿两块钱。嗯哦，哎呦，没事，两块钱。来啊，我们的建筑师。建筑师来了，就是我了，好不好？我先发动能力，拿两拿两个卡牌啊。好，哎，刚观众说我这个采石场没有作用了，是不是？这样做过之后，采石场就一次性是不是？没有啊，没有血啊，一次性吗？还是可以？没有血啊，没有啊，没有血啊，至少就是能都可以啊，有透明的东西可以干，都是可以用的。压不下，没写过唯一盖第二个教堂也可以啊。嗯，对啊。然后我刚刚是发动能力嘛，对不对？能力还没拿钱啊！我看一下，我是七号啊，只拿两块钱，好烂！盖啊，还一个比较小，你有六块了，六块了，好啦，我看看啊，你要盖六块了，是不是？你要三张，你盖下去是？我要盖许愿井，哎呦，哎呦，特殊一个特殊地形获得挖一分。哦，这好像蛮赞的哎！目前多一分，目前要多一分。嗯、好的，那就这样子啦。八号闭嘴，直接拿出来起。哎呀，哎，哎呀，所以八号是，啊，是我。哎、欸，那差不多啊！你刚戳我嘛，戳回去一刀，是被戳回来、啊，没有反戳一下，擦擦擦擦。我先看，然后放一个进去，对不对？对对对，对嗯、来一个放。好了，就这个了。小好奇啊，他怎么？我这样放啊？嗯，对啊，对，一个放，直接拉出来，弃牌放着。好，啊，我要这个。哎，掉下去。啊，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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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回去，回去，回去。好，换我。嗯。我来看看。让我看看，看一看，看看，看。有在吃东西吗？为什么筷子声音？没有，没有。有，有就是有，就是有，就是你。好，这张。笑。好，下一位。换我。上课桌。嗯好，下一位，好，我觉得等一下轮到我这边应该又会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哎，怎么又数这个啊？哎呀，比较烂的里面挑比较好的了。对啊，感觉就是这样哦。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好好好，那我拿这个好了。下一位。嘿，嘿，哇，大家太会了吧？你也太穷了吧？其实说烂吗？好像还好哎。杰克很多钱。哎呦，两块啊！杰克跟杰瑞都两块钱，直接开播。哇，我们好贫穷哦，两块钱就算多了。对，好穷，两块钱的钱好穷啊！一样钱都什么啊？为什么？可是我觉得不烂吧？可是我觉得很烦，就是很运气微妙，对，好烦，微妙微妙啊！我的天哪 ！Let me think。你行快慢，喝饼就好。呵呵呵呵呵呵，好。哎，换我最后。那个七牌一起。杰瑞，我对你有没有很好啊？我看一下。哎呦，哎呦，国王，国王哎，国王弃牌有没有？把神之卡先丢在墓地，用死者苏醒。用死者苏醒就不得不这样了。哎呦喂呀！啊，可以喊号了。来一号。一号是我啦，是你先抽钱啦，
嘿，然后我要刺人呐、啊！哦，你要刺谁、啊？我看一下现在谁场上东西最多。这个，那两个、啊，繁星跟这两个。我在看颜，对，在看颜色的那个。嗯，就一样、啊，一样是这两个。对，那边是三张，是有点诱人呐、啊。他这个二二啊。三张、这里哦，可是有，我觉得有人会拿那个哎、欸，哪个茂利呢？茂利，哪个这边也是三张，然后还两块钱，茂利呢？对呢，好痛苦、哦，我想一下，好，我觉得感觉有人可能想要爆铺一波了，我要刺六号。好，是有人要爆破，我听到哭，听到有人当个啜泣声，我都听到了。好，那个我刚做完事了，我拿完钱了，好，结束。二号，拜谁啦？我是二号啦。假哭，假哭，好，太过分了。哎呀，我要去去刺国王。哎、欸，你好，你要偷国王、啊？你是偷国王吧？啊，继续偷，继续偷，国王，继续偷，继续偷啊！然后我拿个两块啊，然后我好像没事可做哎、欸。你有四块，四块，你有四块啊？你都高费啊？我求，我都超高费的，哇！你们三号，我啦，我啦，啊哈，是你啦！我要换手牌啦！你这样，我。跟我换了，跟我换了，这两张给你好不好？我想想，我想想，我要跟繁星结怨还是跟杰瑞结怨？哎、欸，不是，那就杰瑞了啊！杰瑞刚拿我牌哎、欸，对呢，看谁拿回去啊？好了啦，还我，帮你换好了，对换对啊，我换到新的牌了呢，啊，所以啦，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哇，拿回来拿回来，回牌了。然后拿钱拿两块，我看一下哦。哦，我看一下哦。等下阿米可解决对不对？等下回 DC 解决。这边三块。哪一个？小等个拉大一点。对呀、啊，好烦哦。好了，中原结束了。来国王四号，没有国哎对国王要给钱。黑皮啦，好慢啊！哎呀，哎，我手牌竟然没钱嘞、欸！我的天啊，拿两块钱，你下面弄不啊？没有哦，哦，哎，五号，真的一无所有，五号是我，好，我干嘛？先拿钱，哎、欸，然后繁星，我发现你是死耶，对，为什么我看你的翻开来不是税务官啊？为什么我翻开是哦？是啊，我现在看、啊、我看不是，为什么啊？哦、我感觉出 bug 了吧？感觉出 bug 嘞、欸，对啊。哦，那不然我视角瞧一下，我不看你那边，好，没关系啊。那我再拿技能的三块，太爽了，哇，好多钱哦！这个他一定要盖了，应该。那我要盖这个东西，发动技能特殊卡片，少一块钱。啊，对，你可以少一块，对对，是四块，哦，就四块钱拿到，四块，哇，你还有三块，你有一个五块，怎么一个五块啊？一个小一点的，好，结束，六号，不能做事啦，六号没有啊，七号，你要搓的啦，八号。哎呦，我的回合，你的回合，我先拿两块钱啊，拿到牌了，哎、啊，又放进去了，哎、啊，又放拿起来了，哎、啊，放进去了，又进去了，就拿出来，快两块，然后场地效果两个军事设施再拿两块，哦，哇，我现在有六块钱，哎。然后我要一次把它花掉，哦，要盖了，盖了，有六块的、哦，一个有六块，哦，龙门直接扣两分，结束之后两分，哇，六块钱六费，好，猛的，下一位，你才是最会玩的吧？没了，拿出来，会，啊，所以这张，哎，等一下，我看到角色标记，等一下，天主，好，这个怎么收起来？哎呀，哎，角色标记怎么粘住了？突然粘起来了，粘住了啊！我刚刚手缩起来了啊 ！Unlock，
好了，洗洗洗，杰瑞先选。啊，我等一下最后选哦，好烦哦。没事啦，你有保底哎。难想，烦哦。我比较喜欢众多。讨论到钱。你怎么不想想我？我最后选两次啊。我也两次。好，选好了。哎、欸，你好了。对，换你。啊，你没有？还没有？一张进去。你要放一张。对，七百。等一下，换一张。你奈安内啦。哦，你可以做球给我，再做球给你。这样子好了。我看看，你看看。欸、我有个问题哦。你说。如果在这一回合繁星盖好七张地了，然后第八号的人去抢了他一张地，这样他算赢吗？没有啊，先盖完了先结束。没有，不是这回合吗？这一轮吗？就这一轮要所有人做完八个人都做完吧，二轮结束哦，所以我可以选八号，可以当东八抢人家的地，对，好诶，哦，抢完最后一张，然后一号就去吃八号了，然后就直接没办法做了，好不好？好了，无法做事，就一直存着三块钱，然后当东八这样，他帮我啊，看。啊！怎么剩这些？哎呦，好了，这张呢？好，哈基，哈基，我啊啊！好，这个好难哦，痛靠，嗯，每人看牌的时候都会露出一些奇怪的嗯，好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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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啦，没事啦，真的没事啦。最后我还要没事啦，啊，你选好了哈，选好了。听起来怎么感觉很不妙啊？嗨呦，嗨呀，嗨呦，喂呀，嗨呦，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哎呀，哎呀。哎呀，好了！哎呀，好，来一号，一号，哎、欸，是我，哎、欸，我捅死八号，捅死八号，然后我抽两块我的地，我抽两块钱，抽，有盖吗？有盖吗？然后我要盖城堡，哇，哇，好，好，结束，那就下一个。啊，我是二号，我要吃六号，哇、哦！你要抽六号吧？你要抽吧？我要抽六号的钱。抽六号，对的，我是这个。不是，你抽钱的。啊，还是我？对，那我偷的下一回才可以用，可是下一回就结束嘞、欸。对啊，对啊，我已经阻止八号偷我的东西了。目前应该算是算三号啊。这一局是最后的，欸、对，最后的，对，这一 round 最后了，嗯，除非能没了啊，八号一张，八号被封了啊，对啊，我抽两，抽牌看有没有两块的抽下，对，两块改一改，改一下，改一下，看来是没有，哎呀，抱歉，呀，好，改一张，哦，有，好，嗯，两块，结束。嗯，哇，三号啊，三号是我，等一下啊、哦，抽，然后想一下哦，好难哦，抽两张。
看一下，是选一，那这张回去，然后六块，就这几，哦。哦，哎呦，大大大大，骑士跑出来了，骑士跑出来了，啊，六块盖这个贼窝，贼窝，然后他可以一比一的比率用手牌换成钱，哦，是哪一个啊？哇，我可以现在，然后，没有，他是说他现在就贼窝，现在现在 right now， 你可以用几张牌当做你付多少钱这样，哦。你现在就可以换，你现在就要换啦、啊。对，你现在就要弄换钱。没有没有没有，他那个是用手牌代替金币，就是比如说你付六块，你可以选择拿四块跟付两张手牌这样盖它。可是盖的同时应该不可以用吧？他有见招谁用的啊？这一张的时候啊。那我烧一张。对，用那一张来换那个，就不用你就不用花钱了。那没有你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可以少一块钱这样。对，可以少一块钱。好，那就这样。所以你就是五块加这个嘛。对对对，好，然后，然后我的，嗯，想要，我是不是没有事可以做了？好，我就这样吧，不发动效果，啊你们。这一波是你刚刚盖的还是这一轮盖的？他这一轮才盖的，他这一轮在盖的。盖的吧？啊？建造石啊？建造建造石啊？对啊，建造石啊？建造这张石啊？他建造这一张牌的时候，对啊，就是用他这来复辟。嗯，接下来几号？三号吗？还是四号？三号。现在变四号，是四号啊，四号，四号，四号哈，四号好像是我吧？我看一下，四号哈，没有四号，四号是我哈，那没有，等一下也没有我的啦，没关系嘛，放一下嘛，给你啊，先放一下啊。好啦，我那个啦，先用我的能力收个税哈，先收个税，做一块，哎，然后。一块啊，我拿到多一个，那我再拿两块钱，好不好？这样几块啦？六块啊，六块。好啦，我花五块钱盖这个啦。哎呦，市政厅，市政厅，很正哦，很正哦，好像就也只能这样了，结束。好，五号，五号，五号，没人吗？那就直接六号了。六号，六号，给钱就要给钱，要给钱啦。没钱，我没钱啊，我几块拢无啦。都我钱袋抢走了啦。钱包给你啦。然后我拿两块，然后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币，我可以再拿一块。嗯，好啊，不啊。哇。再就是七号，七号是我。哎、欸，嗯，我要先发动能力，先拿两张卡。哎呦，还有没有机会再盖什么东西呢？现在就是因为也要结束，所以赶快能够盖就够盖了。对，哇，哈哈哈哈，在写什么？他要卖我钱袋啦！打两块，乖乖，然后付三块来盖修道院，道院。结束没了，好，来算分喽。怎么算？怎么算？怎么算？来看右边，哎，建筑物上的分数跟那个金币，就是我们没有扩充，所以就是建筑物上的那个钱，左上角那个钱，来每一个就是一分，嗯。然后你们看一下，你们的城市每一种类型建筑物都有一张的话，就获得三分，各一张哦。五种都有，对，每种都有，至少各一张，太难了吧？对，这真的蛮难的。我差一点，然后差一点，差一点，对啊，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你们先记着自己上面的钱吧。嗯，一百，二三六，城镇分数好。你们那个都算好之后，我再讲接下来要怎么算。好 ，OK 了吗？好了，好，然后呢，再来第一个完成七个建筑的玩家获得四分，四分哦。对，好。然后有没有其余我们其他人也有完成七栋的？没有吧？没有，没有。好，那这就没有了，因为如果你在这一轮也有完成七栋，就是再加，就是加两分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算你特殊建筑的额外分数，就是你上面的功能啊。
没有，没有，云月，云月跟小雨应该都有。有啊，我算完了，我已经算完了。对，第一个比分是单纯算就是牌面上的这个，对，牌面上金币的分数，他们上面的金币多少就多少分这样。哦，好 ，OK， 好了，我算完了，我16加完就是总分啦。应该是繁星最高啦，没意外是繁星最高。嗯，他加他一个加四哎、欸。对啊，哇，两倍，两倍，对，20嘛，那他其实14吗？14，他靠我垫底哦。然后小雨是比较低费的，对，因为我3块钱加3。对，所以然后杰克16，我19，杰瑞18，哎、欸，这样子啦，哦、这个游戏就改。是这样玩，我们有一个钱袋啦，这个卖1块钱呐、啊，那是我的。啊，哦，还有20分钟，对，还有20分钟。等下乌起来了吗？乌起来，来乌一下吧，最后来乌一下吧，乌一下，好啊，乌一下，乌翻了啦，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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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假期，翻假期，然后等下就回来了。No, 在哪里呀、啊？车子回不来。有了，找到了。哎呦，乌脑，乌脑，可叠加还不能叠加？我想玩叠加的啊！我跟你讲，虽然乌脑官方说不能叠，但是我们就是要叠。你们懂不懂乌脑啊？对啊，乌脑到底懂不懂乌脑？没有，就是要叠起来啊！是叠起来啊！什么？就是加二加四，那可以叠，是不是？对，可以叠，颜色相对，然后彩虹的也可以这样叠。哎。啊啊！你又不知道、嗯、彩虹加四啊？我没有什么在玩 Uno， 没关系。等一下看，等一下看到就是看到有什么加二加四的牌啊、嗯。然后呢，如果有人出了，你可以继续出叠上去。同如果你有同样的话，对，同样一模一样。如果一张加二，我可以再叠一张加二。对对对，哭啊！就把它当跟其他的牌一样一起叠。那就刚刚的你啊，你是国王？哎、欸，不是哦，不是国王哦，好，没关系啊，给第一名啊，给第一名，然后就顺时针。先抽吗？还是？哦、不用抽好白痴哦，要干嘛？不要啊，好，这样，好好，蓝色开始，不是都抽出筒，蓝二，顺时钟啊，好顺，好顺，顺时钟，下一个我，嗯、我没有 pass， 哎、欸，没有 pass， 只要抽一张，抽一张，哦，对，你别丢到我这里来啊，送他，送你啦，多送你一张啊，蓝色，蓝九。啊，没关系，没有没有，蓝灵王，好，蓝灵王，蓝灵，行，蓝七，阿六啦，阿三啦，啊，抽一张啦，那个你们抽牌可以用那个英文键上面的数字键，12345那边可以直接抽，抽什么？按一按一就可以直接抽一张的，哦，好，你说指上去按一哦，对对对对，我要重重启了，对啊，这是蓝一，放回去。不，好，好，换我是不是？哎、没有啦，再抽一张，黄三呐、啊，黄三，那回转啦、啊，哎呀，哭啊，抽一张啦，抽了啦，抽起来啦，抽了啦，啊，太爽了，哇，我要抽起，你还多少？你按了多少？叫啊，他刚是三，按一吗？按一啊，你是按了11耶。按一下就好，按一下一就好。哦，你按两个，每隔一下。你看，对对对对对，狂按是不是？狂按十一张啊！111。按我是不是？嗯。来啦，黄四啦。这黄八。啊，绿八。蓝八。没张啦！你是想说什么？没有。一张。哦，蓝色回转，又回去了。再抽一张，再抽一张，再抽一张，再抽一张。蓝六，抽一张。真假的？哎，张。哎，都没有拿起来，按一了。按一下，我直接用抽比较快啦。我就直接抽了啦，直接抽了。哦，杰克可以啦。来，比较便捷。黄六，抽一张啦。来的。加四啦！你找到这种牌啊？我想想，黄色啦。哎，你没有喊，你没有喊，你没有喊。啊 ，Uno 呢 ？Uno 几张啊？要抽几啊？要几张？三张还是？三张，三张，三张。好，三张。
好，杰克，绿色，哎，加八，还有吗？哎呀，哈哈，哦，对，然后呢？气死，这是绿色，绿色，绿色，绿八。我们这一轮有要规定说黑色不能当最后一张出吗？还是没差？不要最后一张吧，这样不要最后一张，一定会赢。可以可以，好 OK。现在是绿八，绿八，绿八，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跳过哈基的意思。哎，绿六，绿六，绿四啦，红四，红七，红七。我问一下，我现在可以出加的吗？可以啊，可以啊，色一样的，要黄色，要黄色，不然黑色就可以，也可以出。对，黑色的也可以。不行，加好加。两把哎，哦，原来加是说下一家要加牌是不是？哎呀，他没有加的话，他就要那个。我跟你玩啊，跟你约玩，好坏哦。红八，红七，红八，八啊，没有，红六。红一，红零 ，uno， 哎呀，可恶，加四，四拿起来喽，你什么颜色？黄色，黄色，黄色，黄，可能继续啊，没，换你啊，我拿完牌，他抽完了，只是这样加牌不就他的回合吗？没有加牌之后结束就换下一个人，抽完就换下一家出啊，哦好，黄色哈。黄色没有黄色。哦哟，蓝色色盘，蓝色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牌力很多种，哇！还有蓝色吗？因为蓝色加二。哎、欸，这样，如果他是有蓝色的话，也不能一定要紧，对不对？要加二，要加二的，对啊，至少要加二的。烦哎，蓝二蓝，换约蓝色都可以，蓝色换我了哦，他加完就直接换我了，对他加完就换你。哦，那我也加一下好了，烦心加二。哎、欸，你为什么抽？哎、欸，你不要抽，不用抽，不用抽。加二，那就换杰瑞。没有。嗯，也没绿色，也没蓝色，绿九啊，零零，哎，绿五，绿一，来再回到九八，抓，有人没有？没有，抽三张，三张，哦，对，剩最后一张喊 uno 了，刚刚我们就这样子，对，抽一，哎呀，你手里剩一张的时候，太惨了吧，红二，抽一张。无脑，直接喊，会怕，耶！哎呀，好棒啊，好多牌啊！可以，没事啦，现在牌应该还是我最多啦。红六，怎么回转呢？小雨快赢了啦！红六啊，出啊！啊，白痴，我出错，爸，又是蓝八，太多牌了，太多牌了，蓝色，蓝色，蓝，完了。Yes， 有一张不是蓝色，陨耶！哇塞，那么好，等一下，牌快没了。等一下，不是啊，不是，一张蓝色哎。哦，发牌哦，发牌，发神针，蓝一，蓝一，蓝一。你想说蓝色怎么突然变黄色了？偷加牌啊！蓝三，蓝三，阿辉，蓝八啦。蓝八，哦，是吧？来了，哦天哪！现在是蓝八哦，我是把我的牌抽回来了。啊八哦，啊啊，怎么有八？蓝四，八八，没有，屁啦，蓝一，屁啦！哦哟，谁出蓝色的啦？好爽，团团呢？耶耶耶耶！蓝色，蓝色，还是蓝色。
阿蓝色，这只能颜色了吗？啊，不能，对啊，就是颜色啊，整颜色，要它颜色，蓝色。哇，你们怎么都没有蓝色啊？跳过，跳过团团。哇哇哇！哇，换个颜色啊，小雨不好意思。啊，没事啊。月月不好意思。哇，你们好坏。这个是针对啊，针对啊。直接报复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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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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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呦，颜色不对，颜色不对，没有，我拉回来拉回来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拉回来拉回来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小心再三张，没事没事，再三张，上面那个没罚三张啊？对啊，他没罚，坐牌没罚三张啊？那这样洗回去吗？要洗洗下去吧，洗下去。要没牌好啦，黄色黄七没啦，哎做完了，哎呦哎呦哎，刚抽到了是不是？刚抽到了，哇，赢了可以报复啊，哇，可以报复了，你可以报复了，又加二加四啊。我先看看黄五哈，黄五是不是？我没有黄色的，好可惜哦，黄五。表示其他颜色的加完，哎、欸，红五，一直换色，抽一张，蓝色，有蓝色，又要回圈了，又没有了啦，又回圈了啦，哎呦，谢谢团团，哎呀，啊，我没有蓝色，我也没有，大家都没有蓝色，是不是啊？好啦，绿色。好啦，谢谢团团哦。哎呦，谢谢团团。再杀一次。哎，我没办法了，我只有这个。哎呦，哈哈，哈基。啊，六。因为你还有吗？嗯，无脑。我是哦，我没有了。我是不是？嗯，对。绿色好，那你不要动啦。哎，那好，我想想，先来一个，先这个 Uno。哎呦，换我是不是？我也乌起来 ，Uno。哎，我也乌起来，抽一张。换我了是不是？红色，要杀人了吗？没有，没得杀，没得杀，没得杀了。谢谢各位。哎呀，我还没乌诺过哎，我没三，只有小黄三乌诺。走牌啦！哎呀，我没有啦，没有黄的啊，没有黄的，黄七哈七啊，黄二，抽一张。再抽一张，乌脑，哎呦，绿七，绿四，红四，跳过乌脑，换我白痴，我没有，抽一张，我傻眼，大家抽起来吧，大家，换我是不是？对，乌脑抽一张，哎、欸，跳过，耶！哎呦，谢谢你，抽一张，我的天哪、啊，绿叶，哎呦，蓝色，给我蓝四乌脑，哎呦，绿四乌脑，绿九乌脑。哎呦，绿三，绿二，没有，抽一张，抽一张，绿二没有，谢谢大家，哈基，对不起，我做这个可以出，是我喜欢，你要先加二，还是我这边直接加四，直接轮下一家这样子，对。哦，原来是这样叠加。哎、欸，那刚刚连加的话也是，对，一样就变，所以团团抽八张这样。对啊，所以我刚刚才抽八张啊，就这样。哦，问一下哦。哦那我这样子也可以出加二吗？可以，应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对不起。胡闹。抽一张。哦。
现在我也没什么可以丢啊，都不能丢。哎、欸、哎、欸，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问个，我问个，啊、请问旁观者，我们已经赢的可以抓吗？抓什么？抓抓人吗？对啊，可是他每个都喊的啊。我喊的呢。好好好，没有好奇，哦、好奇，先问抓抓，可以啊，可以啊，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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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拿是不抓？换我是不是？对对对，啊，好，红色转向，欸、我真的还没喊过乌总哎，我到现在还没有喊过一次，好，超好。红色七，红色，哎呀，刺激哦！哦，杰瑞怎么抽了这么多？越抽越多，就没得出啊！他们的话颜色怎么出？是不是？红六，哦，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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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会帮到他鸡吗？还是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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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才杰瑞那张蓝色的啦，该帮他换色的啦，是吧？换颜色换起来。哦，来看有没有蓝色、啊。哎，你没喊哦，你没喊哦，你没喊哦，有，但是只有他隔了一秒有喊呐、啊。哎，那什么？我收了收了，跳过。跳过为什么跳过？我只有这一张，是谁改成蓝色的？跳过，他又跳过到杰瑞了。他跳过，反正我好像是这一张。他没有蓝色，也没有绿色。哦，怎么变绿色了？哦，谁出绿色是我？哦，就是绿色的哦。出什么绿色啊？没事。啊，知道了没？他再跳过蓝色。不是啊，放他机。哦，哎，哦，等等，对，到你了。Uno， 哇哦，哇，加二，加二，没有啦，再加，再加 ，no， 所以我加四不能下去，对不对？因为印象中，对，对，太过分了吧？你想加什么？你想吓死我？想加死繁星啊！红一。红衣红吧，啊没有红，要抽了，两个都没红啊。黄吧 ，Uno， 黄吧，哎呦，你熊猫眼睛画错了，这样很丑。黄色是不是？对，你要杀了吗？加四了吗？加四了吗？哎呦，加起来，加起来，加起来！哎呦！我的衣服就不在赢了，我只要加几个就好了。加爆他！谢谢。哎呦，换我了是不是？是，又是你了，又是你了，你的回合。阿进先缓缓，先缓缓，缓一下，缓一下，先，起张一张。哎呦，缓缓，缓缓，再抽一张。音乐不要玩。哈哈，他们都不要玩了，是不是？龙脉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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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脉圣。好了，回去给你再玩一下啦。抓 ，Uno。哇！来不及了。哦，你是不要欺负新手，杰克，抱歉。哭啊！哭啊！互相伤害呀。啊，颜色，颜色。蓝色，他蓝色，被自己害到。等一下，你刚刚有喊乌龙吗？好，我喊，还有有，刚好乌龙蓝色这样子。
有被吃音了啦，刚刚应该是被吃音了。刚刚有听到。杰瑞停一下。啊，停一下，停一下。音乐，音乐。看我是不是？对。看我是不是？抽一张。天哪，好纠结哦。好啦，回去啦。哎呀，我们两个要给人家玩游戏，谢谢谢谢。啊，你走了，你走了，你走了，不要了，走了，走了。所以换谁？太酷了！现在回转吗？所以要换音乐吗？还是？现在换杰克啊！哦，绿色掉过，绿色换那个杰瑞。他三张吧，他进了，带一张。哦，三张。来，音乐加一下。哎呦，我没弄你啊！黄色，就剩我们四个了。黄色，红色吗？哎，红色，抽一张。红色是不是？红色是不是？是，红色，啊，蓝色。杰瑞，好累哦，要笑死了。蓝色啊，变红色好了。你为什么要变红色？还有还有，蓝色，好啊，那么多牌都没有啊。哎呀 ，Uno， 哎呦，黄色是不是？黄色是不是？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你要离开哪里？要去哪？想去哪？去哪里？杰瑞停一下了，杰瑞停了。给你屋。那他进你也停一下好了。来，有没有？啊，没有。换我，九，宝，耶，乌诺。紧张哦，紧张哦，紧张，紧张，超紧张。五，没有，谢谢。现在是三个人了，是三个人，三个人都不见了。哎呦，没有红色啦，红色啊，红色，红色，那就加钱。好了，加起来，小雨讲的。怎么还有加？哪次不加？问你们。哎呦天哪！来换我。红色。红吧。红七。没有红色啦。那你有没有七啊？没有七啦。我也没有啊。加你一下啦。哎呦哎呦！怎么颜色？黄色。打破我吗？黄色九九八八，等一下，我挑一下我牌。好了，黄三，黄五，黄六，得爆，得爆，得爆，好久，他继续在画。好了，换红，好啊，黄六，抽一张啊，再来六，黄六。怎么又变黄了？我才想三张，我才想三张哦。来，黄林，几个抽？不要。一啊，不要乌诺。哦，这边就没有。我也没有。啊，我也没有。哈哈哈哈哈！哎，是不是在这没有到人？你有啊？啊，我有，我有，我有。啊，有有。是绿色，是绿色。啊，还是没有啊？好，后面黄色。哎，换。哦，杰瑞加个牌，加起来，哎，中了，二十二张，二十二张，11张，又11张，对，又十一张，哎，你看哪？要怎么框起来的？框不到。嗯，可以，然后还一张，哎，这样对，他应该穿，他是穿鞋子吧？对。手臂皮卡丘，你这是什么啦？奇怪生物，换影月，换影月，换影月，好啊，好啊，加油，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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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唐女洛的嘴巴啦，加一下一，还有什么啊？四啊，等八啊八，全没了的呀。啊，七，七八七，我吗？好吗？对不起，哦，跳过，杰克，跳过，
六没有，三九九，全是大嘴鸟皮卡丘，蓝色，蓝色，蓝色，没有，我又喊没了，耶！他结束了，他结束了，剩两个人的 PK， 两个人 PK， 厕所，厕所，绿色，哎呦，没有，哎呦，他很绿哦，他很绿哦。所以现在是云雅也可以出来，还是换我？换你啊，换你。他抽完了，最后他会转换云雅。无脑转向，转向换，转向换哪里面嘛 ？OK， 对，换我啊，欢迎欢迎。穿衣服啊，是是，哎塞，还想转来转去，来转去。哦，你没有这个人，是不是？是是是是，好，没有是，他没有是是没有。那我转给你，好，再转给你，好，赞啊，四呀，四呀，七呀，七呀，九啊，休息一回合啊，休息一回合，好，我没有红色了，你也没有，完了，无脑，无脑了，再抽一张啊，啊，没有了，没关系，我也没有，这是什么？哇，激烈的战争呢？这什么东西？你要超民国几年啊？好激烈的扭打，谁都抽到红色，该换色了。红色，来，哎，什么东西？这个那边是怎样？乱点啦！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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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绿色，纽扣，纽扣，蓝色，纽扣是这样，我要打在中间。好，蓝色，蓝色。好，乌诺，乌诺，没有了，操！好，我也没有了。等下那个，这出不完了，出不完，不完了，没有同样颜色怎么出啊？完了，这个蓝色还搭牌又抽回来了。是，走，是，走，没有了。哎，不对了，没有了啊！完了，完蛋了！换色，换色，换色，换换色了，换色了，换色，换色是不是？对，绿色，绿色，啊，绿七，绿七，啊七，七，七七七，黄七七，加油，加油，哎呦加油，大家回去，好再加油，加油了，加油没有了，没有了，绿色，绿色，音乐绿色。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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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没有。绿色，完了，还不完了。绿色，好，蓝色，哎，换蓝色。嗯，红色，红色，站了，红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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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哎哎，乌诺，哎，嗯嗯，蓝色，蓝色，暂停回合。那还是你啊，那暂停换你。对，还是你。蓝三，再抽一张。好，来喽。绿三，绿三，绿三。好，绿二，我顺序弄错，我再抽。抽错。换我是不是？对，来，换你，乌诺。来，绿色。好一。没有，还是没有。我天哪，好刺激啊！太纠结了。啊，好多！又太多了，又太多了！快快快去，快跳去！要晒了吗？哎，等我拉不出去。啊，他那框显好像框哦，好像。手牌比较多的时候就能框。叠上来。啊，继续，请继续。请问这边的没有？继续抽，抽，好抽。啊，黄色来，黄色好，黄色。好，暂停，乌诺，没有，哎哎，结束了，你又是在自己的回合了，哇，结束了，哦，其实如果我出错牌的话，赢就赢，对，刚刚好像发生意外，好像我出错牌，然后我们七个人都没发现，哦，真的假的？我好像出错牌了，然后常常是没看到杰瑞出的牌，我就照样出下去。哦，没人办，没人办，我发现没人抓到，我自己也没知道。你太混乱了，到后面只需要你们赶快结束而已。我对不起大家。啊，休息喽！休息喽！
要去了，谢谢，谢谢。这是什么？累啊！你看那个弗利克，左边，左边从上面数下来第四个，嗯，拖位就可以把它弹走。哦，你是说这个、哦？弹走？哦，掉下去了。这不知道在玩什么，超好笑。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嗯，哦，最后真是大家没发现，我那时候是刚一直狂憋笑，什么、啊？我没有看到吗？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那今天阿米狗到这边啦，感谢各位，早点休息吧。唉，好，最后喽。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大家拜拜。因为本来他们是说，他们阿米光那个王北北的声音来开台，可是发现好像我就是到七点半才进他们DC通话，发现说干怎么这边一大堆人都快死掉，是吧？我是王北北这样子，我说不是吧，王北北不是这个声音啊，我说那繁星还在示范一次吧。大家好，我是王北北，这样子哦，还是你最像之类的。好啦，你才刚进来，没办法，我们就是八点开到十点啊。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那晚安喽，大家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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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拜拜。